家好，我是小主持三 A 班王奕敏。大家好，我是小主持四 A 班周子琪。子琪啊，下星期就考试了，你准备好未啊？都溫了七八成啦。评估之前真的好紧张好辛苦啊。我想屏幕前的同学仔都是这样想啦。那不如我们邀请啲同学为我们打打气啦。好 ,Go! 走啦同学，下星期就考试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句打气说话？你先说吧。希望大家会考试考到 A 或者是90分。希望大家在现在的时间都可以努力去温习，尽量可以拿到高分。下个星期就考试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句说话，跟大家打打气啊？祝你们大家学业进步，是不是祝你们个个人都拿到好成绩？你们可不可以跟大家说句打气说话？那你呢？可以拿到 A 啦，可以拿高分点。加油努力，尽量拿九字头或者100分，努力加油。加油努力。就我想叫大家可以可以进步，成绩会好一啲咯。努力啲温书，考试考好啲，成绩进步。即系祝大家咧考试可以咧得到100分。努力温习可以攞到满分。同学仔，你哋加油啊！一定要学业进步。我祝大家咧，考试成绩可以进步，努力啲温书。考试加油！个个都攞高分。唔好临急抱佛脚。我觉得同学仔要每日都温书啦，勤力啲啦，改正嗰啲啦，特别你错嗰啲地方咧，就要温多啲啦。系啦，加油啦！我祝同学咧，考到你理想心目中的成绩，同埋记住啊，努力啲温书啊，我哋支持你啊吓！好，大家要俾心机，加油努力啊！希望大家可以考到好成绩啦！各位同学加油啊，俾心机温习啊，你哋一定做得到噶！加油加油加油！下个礼拜咧就嚟考试啦，我喺度咧希望大家可以快啲去温书，努力温习，攞到好成绩。好，咁请咧各位同学记得努力加油温习啦。咁咧，希望大家考试可以得到好成绩啦。咁啊，咁我祝大家每次考试可以拎100分啦，会拎到 A 嘅。Soon we will have exam. What can you tell us? My tips are the three R's. One, revise. 即系温习 ，OK? You must revise every day. Two, repeat. 即系重复。After you revise, you repeat. 温习完之后咧，就要重复温习啊。Number three, rest. 一定要休息。Okay, my three R's: revise, repeat, and then rest. Good luck. Well, everyone, let's study hard, practice many times until you all get A's. 思瑞，下个星期就考试咯喎。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啲打气说话？哦，梗系可以啦。咁各位同学咧要加油，平时咧就要好好温习，咁亦都咧就系制定一个温习时间表，大家要加油努力啊！可 Sir， 下个星期就考试咯喎，系，你可唔可以讲句打气嘅说话？哦，梗系可以啦。嗱，记住四个字：勤劳与乜嘢？坚毅。再讲一次，勤劳与坚毅，大家一定成功嘅。咁最后就祝大家考试顺顺利利啦，拜拜。哇，你好啊，就嚟考试咯喎！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几句打气说话？都冇嘢讲。咩打气说话？系咪祝大家成绩好啲啊？
哦，祝大家成績好啲。就嚟考試咯喎，你有冇一啲祝？